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洛杉矶，正在包装的一个民族女神像。这个像马上就要送到香港去，为了参加今年60的活动。我想我们今年的60纪念活动啊，已经开始了，从这一步已经开始了。今年也是我在海外第一次参加60纪念活动，我想这对我来说，也是到海外的新的一个起步吧。为了中国的民运事业，我想我会有自己的设想和自己的计划去做的，谢谢。